我是小坤，今天呢，小坤的银考他们去找一下这个迪迦吧。哎，我听说这个迪迦奥特曼从外面回来了啊！来，走，现在呢去他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我也是非常久没有跟迪迦奥特曼玩过了啊！哎，现在呢去他家看一下，啊，这个呢就是迪迦奥特曼的家了。进来看一下啊！哎呦，什么情况？你看，这个迪迦奥特曼竟然在睡懒觉，对不对？不是吧，迪迦，一回来就睡懒觉啊！而且呢，他的身边有好多老鼠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，这个迪迦奥特曼睡得真够死的啊！老鼠来了，竟然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就呦呦呦呦呦呦！好吧，哎，这些老鼠竟然把我给打死了啊！不得了了！啊，这个老鼠呢也是非常嚣张啊，应该是近段时间趁这个迪迦不在家的时候啊，天天在他家里住，对不对？你看。他现在呢还在用枪打我，看到没？好，我必须得把这些老鼠给消灭掉了啊！哇，这个迪迦睡得也是真够死的，啊，打得这么激烈了，他竟然还在睡觉啊！过来，你看，哎呦，这老鼠呢也是很凶啊！你看，我把这些老鼠全部消灭完了。看见没？迪迦还在睡。可能是他的家里太脏了，把老鼠都引过来了，对吧？啊，我们等一下呢，把这个迪迦奥特曼给吵醒吧。那么今天呢，就玩到这里。我是。